你小子有点诚实。当苏新伦被问可以卖腐吗，我可以卖腐吗？我要是在选秀节目里面，我可以卖腐，我绝对在选秀节目里面不只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卖不了一点。加卡布，虽然我看起来很像是个女孩子，这点我也知道，长得很像个妹妹，但是现实生活是我接受不了。但是各位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卖了，我希望大家也能理解，但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死，好不好？这东西也属于工作的一部分。如果有一天我也干了这个事情，希望大家支持我，加油。那我就能达到现在直播前每一个人说的希望我。同性恋是工作，异性恋是生活。